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骑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46集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变形金刚第三集的时候，Cyberverse 里头 Legion Class 的 Audible Flock，它是一个 Audible 的人物，对，它是一个军武的载具，但它确实是一个博派的人物，这个比较少见啊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到后面有很多的日文字，所以这款玩具的话，它是一个日版。而实际上，我也确实在第三集的时候呢，我完全没有在美版，甚至应该也没有在反斗城去看过这款玩具了啊。它有附带一个人物卡，人物卡是日版的一个独有的东西啊。那现在的玩具的话，可能就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买日版的玩具了，还有没有人物卡？好像都没有了吧啊。自从变形金刚第五集之后吧，好像就再也没有买过日版的变形金刚玩具，几乎没有啊。好了，那么这款玩具很少见，它是个 Legion 级的玩具，所以呢，可动的话呢就不要太指望了。头部呢完全是不能动的，卡死的一个造型，但是这个头雕真的很好看，眼珠子的话是蓝色。很狰狞啊！如果说不是他是一个博派的人物的话呢，我绝对会认为说这个家伙应该是狂派吧，甚至是不是什么雾影暗战的亲戚之类的啊？他的一个手的可动的话呢，手部呢只能够折90度，对，只能折90度，而不是只能折90度啊，他是真的只能折90度啊，中文真的很难啊，各位懂我意思吧？他没有办法再往下放啊，做不到的啊。那有一个拳头里头有一个孔洞，但是没有附带武器给我们拿。那这个脚的话，就前踢啊，后踢的话呢，就造型就限制啊，侧踢的话呢，也只能够踢到一点点啊。但是一个这个 Legion 级的玩具，我们也就不要苛责它太多了啊。然后这是一个核心级的玩具啊，你就知道这个大小尺寸是相差很多的啊。哎，这两个家伙这样看起来有没有同比例的感觉啊？好吧。那它的变形的话呢，也是非常的简单的，我们就给大家做个简单的示范吧啊，这个部分的话，手臂往上推上去啊，这里它是一个双动关节，尽量把它推上去一点，把它合密一些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啊，把它合得密一点点。上面这个炮的话呢，是这样子旋转一圈之后转过来到这里，那身体的下半部呢是胸部先往上推，中间的黑色部分呢，它是一个双动关节，把它往前面推上去之后。啊，我们就会发现呢，这个腿的话呢，到了这个位置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，两侧都有，我们就把它给扣上去啊，密合好。然后呢，胳膊的话呢，就是顺势的啊，也是利用中间这个黑色的连接杆，把它往前面推就可以了啊，推上来，把它给合进去。我们的这一款 Audible Flake 还是 Flock 啊？如果是日文的念法是 Block 啊，就变形完成了啊。好的，它是一个。迷彩涂装的装甲车，上面的炮是能转，但它转的轴心不是在正中间，而是在侧边啊。各位能够看得出来，但是你照相的话，这个位啊什么的，应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然后可以看到 Legion 级的玩具啊，在当年 Legion 级的玩具啊，也是有打铆钉的啊，非常的厉害，对不对？那胸口的这个黑色的透明部件啊，不对，黑色的这个车窗啊。啊，不是透明部件了啊，就这个时候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反光啊。这个人物卡是说好像胸口会发光啊，但实际当然是没有那么好的了啊。后面这个缺口空洞比较大啊，那两侧还有做出像是门一样的一个刻画啊。小巧归小巧啊，这种小比例这种玩具啊，说真的啊，长途旅行啊，杀了灭口就绝对都是必备的啊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变形金刚第三集的一个 Flock 啊，这是前一阵子啊，有位朋友跟我买，应该说也有点类似交换变形金刚的时候呢，他所提供的清单之一，那我就把它选了下来啊，让我对变形金刚第三集的玩具的收藏的拼图呢，又更加多了一片。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